没有对象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你有没有对象？上一句。你男的女的？我男的。哦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你长得这么着急，是不是家里遗传的？长得着急不好吗？长得成熟不被人欺负，长得幼稚老被别人欺负。哦。你不觉得我们每次出来聚会都是在玩手机吗？当今社会，手机到底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还是成为了人们沟通的隔阂？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吗？你是不是手机没电了？我有充电宝。谢谢。干啥呢？你在那儿干啥呀？有钱？借我点钱呗。啥？借点钱呗，这么多钱。这是钱吗？这他妈是命，是命。Come on, baby.小胖，昨晚叫你设计的抖音新头像怎么样了？设计好了，老板。设计好了，这么快？哟，我干嘛？你逗我呢？这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只有高颜值的可以看到。哇，是设计师，你看这小姐，哎，你看这小眼睛，哇，这太真实了，太漂亮。可以可以，回头发我。阿姨，买束花吧。下雨了，心情不好，不想买。哪里有下雨啊？哪里有阿姨啊？Love yourself. And if you think